小乐高大乐趣，欢迎来到坏学的乐高仓库。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乐高 Friends 和国家地理联合推出的41424丛林营救基地营。这和乐高 Friends 41424呢，是乐高于2020年6月推出的新品当中的一盒，迄今已经一年多了。而在今年的年底呢，这一盒41424也要绝版了。它的官方定价799元，里边一共648片乐高积木，还包括有三个人仔以及多只小动物。对于丛林基地的这个概念，这一套的 Friends 的套装呢，把握的还是挺准的。而这里边的小动物呢，看上去也非常的有趣。来，我们一起来玩一下。首先我们先来看人仔。那乐高的 Friends 系列呢，一直有乐高亲女儿之称，所以这一套41424里面的人仔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这一个呢是 Andrea， 你可以看到他身上的衣服呢，看上去像是这种丛林的冒险服，但这个丛林冒险服呢，同时也是一套短裙，看上去挺有这个丛林探险的感觉。他头上的头发呢，这个头发的制作也是非常的细腻。对于女孩子来说，那这样的乐高 Friends 人仔无疑是非常吸引人的。而 Mia 在这一套里边的装束呢，看上去有点像一个兽医，看上去挺有感觉的。他手里呢还拿着一张 X 光片， X 光片拍出来的呢就是那一只小象的 X 光片。那看上去小象似乎受伤了。Olivia 在这一套里边呢，穿着的也是这种探险的短裙，看上去对于她的行动并不会造成什么不便。她手里呢也拿着一个对讲机，看来她是作为一个瞭望员出现在这一个基地当中的。这个呢看上去像是闪电，错了，这个是树懒啊，这个树懒看上去，样子还挺可爱。然后它的这爪子呢正好是这样弯过来的，所以它是可以挂在杆子上的。挂在杆子上这样荡来荡去的样子一定非常好玩。这个呢也是这里边带的一只小动物，这个呢是一只小乌龟，应该是乌龟吧，不是海龟。那看上去也是小小的，非常的可爱。而这一套里边最主要的动物呢就是大象，这里边一大一小两只大象。那个这个大象呢，它的脚啊鼻子啊都是不能动的，是固定的，稍微有一丝可惜。大象的背上呢也有凸点，你也可以把人仔放在大象背上，呈现出骑大象的感觉。那这一只小的大象呢，它的鼻子正在喷水玩，而大的呢看到没，拎着个水桶，看来它正在干活啊。这一个呢是这一套里边带的一个四轮越野小摩托，看来它在丛林里边开起来一定非常的方便。然后后面呢还有个小的储物空间，可以放奶瓶啊灭火器啊等等，看来它是丛林基地里边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这一个呢是这一套里边搭配的一个小场景，看上去像是一棵树，然后这里呢在烤香肠，似乎没什么特别。这里呢有根杆子，我们刚才的树懒，来我们拿一个树懒上来，它就可以挂在这杆子上面了。而我们这一套里边呢一共有两个树懒，来就可以挂两个在上面。而且这一套呢还有个小的玩法，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在烤香肠嘛，那烧烤一个不当心难免会着火，啪，你看火焰冒起来了，森林里边着火了。这个呢是这个丛林营地里边的寝室卧房，那这门口呢还有一个小小的餐台，这里有三个座位，三个用树墩做的座位，正好给三位女主角来进行使用。而卧室呢有三张床，正好三个人一人一张，看上去也是非常的温馨，只不过这个四面透风，真的不怕蚊子咬吗？接下来再来看的呢就是这个丛林营地的主体了。那这个主体呢是两棵大树，两棵大树做成的树屋，当中呢用吊桥以及这个小河流把它串联在了一起。来，我们先从小的这一棵树开始看。那你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底下没什么好多说的，沿着这个台阶往上呢就可以到达二楼。那这边小树的二楼呢是一间医务室，
主要就是用来救治那一些小动物的。这边有一个治疗床，来，我们把它翻过来，看到没？这边还有挂着的吊瓶，只不过呢，这个是贴纸。然后这边还有个灯，看来这个弄不好还能够用来拍 X 光片啊。然后后面呢，小小的柜子，上面各种的治疗仪器也都是存在的。然后再抬起来，来看一下它的顶部。那顶部呢，除了大招牌之外，旁边还有块太阳能板。看来丛林基地还是非常环保的。而这边大的树屋呢，看上去像是一个工作区域，这里上面少不了的依旧还有这个太阳能板，旁边有警示灯，有喇叭，这边呢有望远镜，后面还有个无人机的操作台，这边呢停了一架无人机，那这架无人机也可以飞出去帮助我们的主角们寻找受伤的动物来进行救助。当中的吊桥呢，虽然做出来是吊桥的造型，但它下面其实是一节过山车的轨道，所以这个吊桥呢其实是一个硬连接，并不会在这边晃来晃去。而且大树要下到一楼呢，你可以看到是有个滑滑梯，感觉有点消防队的那个感觉了，这样可以从滑滑梯上咻一下就下到一楼。来，我们拿一个树懒来看一下效果，你看这样它就滑下来了。而在这个小的树屋背后呢，还藏了一间小小的卫生间，这里边呢有马桶，旁边有个小的水池啊等等，这些小细节这一套也是做的挺到位的。总体而言，这一套乐高好朋友系列41424呢，它的难度不高，零件数也不算多，搭出来的这个场景呢也还算比较有趣。如果你是注重把玩的话，这一套41424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只不过它的官方定价呢799元，那这个价格真的稍微有些贵。在万能的淘宝上看一下，你会发觉价格是要比官方定价便宜不少。所以如果说你想入的话，我建议你通过其他的第三方渠道来入手，价格真的非常的实惠。那这一套最大的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这一些各色特殊开模的动物了。如果你喜欢这些小动物，喜欢收集乐高做的动物的话，这一套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好了，今天坏水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这一盒乐高 Friends 41424丛林营救基地营你还喜欢吗？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我是坏水，我们下期再见，拜拜。